在呢已经到台南了，因为刚才火车上太多人，所以我都没有录音。耶、yeah! ！先要去找双胞胎集合。他们这个菜单也太可爱了吧！呼一呼，吃这个牛奶准备捞散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台家国家，台家是什么？台江文化，台江文化中心，台江文化中心的，好美美哦，那边在施工。台江，这又是哪？国家公园。然后都逛完了才记得要拍，哎呼！呵，我们现在到民宿旅，被门夹。我们住这个。有啦！哇 ！Oh my god！ 很美耶！很美！真的！哎，这边很美耶！哎，还有全身镜是必须的。你钥匙你有拔吗？没有。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房间，这是门口，然后有镜子，哎呼，然后这是两张床，然后有一个也电视。我真的觉得这个壁纸可以先换成宿舍，有点 ugly， 其他都完美。然后这是窗户，哎，太美，好亮。然后这边就是厕所，绿。觉得这是很棒哎。然后我们住这边是1600，蛮便宜的，两个人。不要坐，等下要被那个刘继航骂死。呸！然后走。我跟他说，那，哎，我们明天不要太晚回去，因为我们要去军大。好啊。哦，我早上2点多的车。我们现在准备要去梦时代，台南梦时代，去看一下圣诞节。是在 Hello？ 哎，我放那个放大的不见。好吧。Yeah， 是来吃泰式料理，不是泰式料理，印度料理。Yeah， 木木。超好吃的！我们现在来到了奇美，奇美大草原。看我们在大草原，旁边这位在倒有没有大便？有点小喘。哪里有？给大家看，好美哦！耶，根本没什么东西。咦，然后我戴我这个帽子，我买了一年，终于戴到。配你才阿格里，还有这个小羽毛，耶、yeah, ！这是我另外加的。阿格里，你才阿格里。OK， 来跟镜头打招呼。呵 ，Yeah， bitch pussy。等下再拍给大家看哦，没拍的话就是忘记了，拜拜。我想请问，那锁起来不让我们过去？起来 ，Hello Kitty， 喵喵喵。请问嘞 ？OK， 因为时间到，所以那边挡起来，所以我们就在那边拍，然后拍的。
这三角圣诞树也太远吧。我们现在准备又走回去，干，我们刚才走超远的，我们从那边吧走了这样一圈，然后到这个桥非常远，然后给我拍出来的是什么非常远的圣诞树，写的 Hello Kitty 喵喵喵，这个人在 po 文，拜。回程的期间看到这个小鸭鸭，请对焦，反正那个在发光就是真的鸭，那个光是两个人类在帮他们照，可能是在拍沙龙吧。哭，明明就还要去聚蛋一。我们现在结果跑回高雄逛聚蛋，午餐跑来吃饼太空，耶！要准备结束这两天的旅程。政委 please go home。他现在要去左营搭高铁。真小。你不是火车？火车。对，他就搭火车。那我要回家旅。我跟你说，108上的润发路超赞。咦。